站起来，然后跟你旁边的人说，今天早上还是看见你，好不好？每个人都站起来，好不好？三号白衣师哦，好，我们一起站立，一起赞美，一起高举神的名 ，Amen。我们一起高举耶和华的名，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，哈利路亚。
稣就配得我们赞美。主，当我们在地上敬拜的时候，众天使在天上与我们一同的敬拜。主，我们要宣告，让我们的敬拜圣灵来到你的面前，让我们以心灵诚实的唱诗赞美你，愿你来喜悦，愿你停留你的脚步在我们的当中。主啊，降下你的同在，降下你的爱，因为神你是那位谦卑的君王，你是那位荣耀的君王，但你却甘心卑微你自己，束缚的走向十字架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早上花一点时间在神的面前，回来思想神的爱，不管是在这里的我的朋友，还是在我右手边的就是亲们，所有的弟兄姐妹，他们把我们的眼睛清醒的闭起来，来思想耶稣基督的爱。在我的生命当中，他总是每一次用他毫无保留的爱来爱我们，帮助我们。在我每一次软弱跌倒的时候，他扶持着我们。你是否经历过神的爱？你是否有感谢神？在每一天你起床的时候，说神，我感谢你，我又再次有生命气息，来享受你所创造的这美好世界，来感受你那份伟大奇妙的爱。在你的位置上，我们自己来向神做一个感谢的祷告，用无形向神说声我感谢你，谢谢你的美好，谢谢你对我的爱。每个人开始来祷告，对我们的神献上感谢。
Yeah.
把我们思想一下，他们说纪念我们要回想一下，因为常常我们会忘记耶稣的恩典，耶稣的救赎，耶稣的美好，耶稣的供应，耶稣的怜悯，耶稣的改变在我们生命。我们真的为我们预备的永恒，好不好？我们各自用一点时间来想一下，来思想。当我们思想的时候，我们就在这里能够纪念，能够回想，我的心灵就要被更新改变。根据自己安静想想耶稣的宝贵，耶稣的重要，耶稣的美好，耶稣给我们的关系如何，我们与耶稣关系如何，我们怎样对待我们耶稣在最近的日子，我们能不能看重这个事，我们的心思里面有没有像耶稣，有没有刻骨更像耶稣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心思里面有没有一个很好的见证，就是爱我们的耶稣，服侍的心态如何，我们每天与神亲近的时间有没有安排好，我们的心有没有把耶稣放手里面，我们心有没有被世界占满，被我们自己占满，还有像耶稣呢，花点时间思想，保险接近了，保险接近了，
再次分别为圣，将我自己献上活祭，谢谢耶稣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欢迎你受着，拿起我们手中的杯，这个约就是耶稣基督与你的约。到了每次圣餐的时候，就提醒我们，耶稣对我们的应许没有改变，我们也要这样的回应神，我们要忠心于神，我们也这样的来 忠心于神所给我们的一切，托付的一切，应许的一切。好不好？你自己开口告诉神，我们要像你一样这样的忠心信实，在家人当中要忠心，在所做的工作要忠心，在所服侍的要忠心。神给我们的一切产业、儿女、钱财的一切祝福，我们要忠心的来成为好管家。我们不要做神，耶稣你来做神，你要做主，我们不过是管家。我们忠心的使用给我们的恩赐才可以，我们忠心的来成为你的祝福的管道，使用我们，使用赐福我们。好吧，请你坐这边。好吧，这时候举起你的手，今天可能你来到当中身体不舒服的，如果你不舒服好不好，懂吗？圣餐也是可以代表的医治的餐和这个医治的病，这时候你可以轻轻按手在你身体不舒服的地方。所以说我们奉耶稣的名，当我们按手在这些不舒服的地方，我们领受你的医治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耶稣受鞭伤，耶稣受鞭伤，奉耶稣名，这些病痛领受完全医治，完全医治，完全医治。奉耶稣的名，释放着医治恩膏在他们身上，释放着你的医治，你现在充满每个地方。奉耶稣的名，疼痛的退去，奉耶稣的名。